以后你就是出家人了，要守戒律，不杀生，不吃肉。师父，弟子从小到现在都没有吃过肉。嗯，你还真有佛性啊。其实是我们家穷，买不起，我也很想试试。啊？嗯嗯。师父，这是刚刚剃度的天宝，他就是你师兄君宝。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师兄。少林寺凡是讲规矩，你要听师兄的话哟。 君宝，待会儿你叫他背一段经文。背哪一段啊？你好像只会一段。是。天宝师弟，哼，我比你高，而且我也比你大，为什么要叫你师兄啊？我也搞不懂哎。师父说这是规矩啊。是这样的吗？哎，那我看这样好了，以后在人家面前我就叫你师兄，等没人的时候换你叫我师兄。嗯，你到底想不想当师兄啊？想啊。 现在没人，快叫我师兄哦！师兄，乖，那我们去念经。哎，希望万岁说嘛。我们现在来到一群少林拳三十六式，拱手。三步朝阳，立地独立，齐头安危。师弟，快过来！哎，这么多人，怎么叫我师弟啊？ 他们又听不到，反正这又没有人嘛。说的也是哦。如果我要有机会练武功的话，要超过他们。这个嘛，我得先去问问师傅。八卦神灵。你打人！哎，你怎么乱打人呢你？你们俩真是不干，在这边偷学武功。我是你们大师兄，打你就打你了。你打人！哎呦！ 我要去告诉我们师父，走。你以为我会怕你们啊？你们师父还叫我师父大师兄呢。这一草一木都有生命，我们不可以因为个人的利益而伤害大自然的生命。 这样太自私了。你们明白了吧？师父，我明白了。就算你以后在太阳底下被烤糊了，我们都不用管你。啊？哎。师父，我想练武功。练武功干什么？强身健体。你们两个想好了再来跟我说。我们没有骗你。将来你们学会武功是要来帮助人的，千万要记住。知道了，师父。 都要怪你了，自己把名字告诉人家，真是饭桶兼白吃了。哎，是他说知道的，我怎么知道会骗人？他说的话能够相信吗？害得我们两个从早上跪到现在都没有东西吃，肚子都快饿扁了。我也饿得咕咕叫啊。你们两个混账，真大胆啊！叫你们学武功去帮人，你们两个居然去打人，早管叫吴芳，连师伯的徒弟都敢打，师父我们还敢顶嘴，看我不打死你们才怪了。 师伯罚你们已经够轻的了，才跪三个时辰，现在通通给我面壁。师傅，有没有豆沙包？有摘包吃已经够好的了，再跪半个时辰去打扰罗暗堂。哼！都是你了，又把师傅的花瓶给打烂了，害得我们又要打扫罗暗堂。还不是你玩什么捉迷藏，蒙着眼睛怎么看得到花瓶啊？我早说过你是白蛇剑饭桶吧。嗯。嘿，仙人指路。 寒龙摆尾，哎，前天你耍的那套棍法，最后一招是怎么耍的？我忘了。哎，这么简单都不记得。嘿，仙人指路，嘿，寒龙摆尾，横扫千军，哈，最后一招叫敲脑袋。啊，剑锋，你又耍我，哎，这一把又是卖了。嘿，寒，你好。 君宝，你醒醒！天宝，是你让我的。
师傅老师说啊，练功是用来帮人的，这里人人都会武功，那我们帮谁啊？帮自己喽！我要做少林寺第一武僧。哼，说的容易啊。哇，什么时候才能做到这个位置？得先入罗汉堂，还要入达摩院，打完十八铜人出得了木人像再说吧。喂，主持的位子让人家看到惨了。未见则不知，不知也就没事了嘛。啊，哎，我不懂什么知不知的，你先下来再说吧。要做坐地。你又打我，哎，椅子打翻了。哟，哦，主持的位子你弄坏了，你惨了，我要去告密。怎么，密位就罚不到你了？林拳打一直线，拳有形，打出无形，动如风，战如针，反之如猛虎，手之若处女，爬步要稳，出拳要猛，是本门功夫的基本要诀。我就跟你们说有白蚁嘛，你们又不信，别把白蚁也吃进肚子里喽。要达到最高境界，必须先将身体练得如钢似铁。床也垮了，冷静冷静。哦，睡吧睡吧，明天还要练铁砂掌呢。军宝，看剑！平常不练功，一点魅力都没有吧？先发制人，师兄啊，我去练功了啊。搞什么嘛，门也烂了，桌子也烂了，现在连衣服都烂了。罗汉堂那些家伙可有的笑话说了。哎呀，就说是自己洗了，还好这两件没破，当然留给自己穿了。师叔，师叔，师父，师父，他们是怎么搞的？我也搞不懂，大概是老鼠咬。哎，最近怎么这么多老鼠跟白蚁啊？你们两个去抓吧。是，师父。哎，到哪去弄那些老鼠白蚁啊？说不定麻雀吃了不就得了。来来来，喝茶喝茶。你的丢光好厉害啊！过奖过奖，雕虫小技吧。来，四大五台你一定有份啊！承你美言，你也会有机会的。饭来了啊！饭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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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干嘛？铁板敲空，停。好险啊！你先吃吧。你敢用饭泼我？哎，你没看到我绊了一跤？饭是我泼的，你去师傅那边告我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次考的是我师傅主考，你们两个不要想考进达摩院了。师兄，师兄，十七，我一定要打一个大西瓜。十二，那一块我敲过了。嗯，君宝，过几天寺里就要选武僧进达摩院了，你有没有信心啊？哎呀，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，随缘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可是要当少林寺第一武僧，要不然干嘛练铁头功？哎，你现在敲第几块了？十七了。十八。哦，你什么时候练了后脑都不告诉我？我还没练。今天的招式跟平常不同。巧妙在运气的地方。今天我们要选出本年武功最好的四名弟子，进入达摩院，
修炼本门的上乘武功。记住，我佛慈悲，我辈弟子习武是为普度众生，比武皆在切磋武艺，点到为止。第一场由天宝对心宝。大西瓜倒霉了，请起降，开始。心宝先耍诈了，那你说我不公正了？弟子不敢。你瞎了，自己看不出来。你侮辱小辈、啊！他不是要狗子？嗨、啊，嗨、啊，我、啊啊啊，我要背你的武功！师傅、啊，不要这样。为什么会剥落掌？我就说你瞎了，偷学你武功都不知道。天宝、他是不小心看到的。给我抓住这两个孽徒，罗汉棍阵。是。师兄弟，稍安勿躁，有话好说嘛。佛光出现，万棍降魔。不看棍阵。
问存心护短吗？全世界都看到大肥猪耍诈，师伯却说看不到，还说我出手重。我做错了什么？要罗汉真来对付我们两个？不知道师傅现怎么了？是是非非，又有什么人能分得清？师傅，我们知道错了。缘尽于此，我已经没有能力再做你们的师傅了，就把俗世的生活当做你们的师傅吧。烦恼即菩提，菩提即烦恼。哎，君宝，你天性善良，我很放心。天宝，你太好胜，这本气功心法并不是什么武林绝学，但是当你心情烦乱的时候，它会带给你清静。你要勤加练习，记住，凡事要以清静心对待，修行不一定要在少林寺。你们走吧。是是师父。卖艺的，为什么只剃一半？这么丑，一定是契丹人。哎，我肚子好饿啊！我也肚子饿，我们先去化缘。哦。那个唱歌的应该不会拒绝我们吧？哎，他是有钱就不用卖艺了。走，当然去。哎呀，各位又输了，长命百岁，永享太平。难怪我今天会输钱，原来是碰到你们两个臭和尚。希望施主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哎呀，不能讲这个，要讲逢赌必赢，一本万利。少跟我啰嗦，不给钱不用这么凶嘛。没有关系，请问两位大师认不认识一位叫慕容白的？不认识。打扰两位。哎，他是要找人，我们是要找吃的。哎呦，我们不只要找吃的，还要找活干，去赚钱吧。咚咚咚！快点交保护费！我已经交过了。你家拜观音就不拜土地公了？拜神只拜一个。我没钱的，我真的没钱。打他！你打他！去告县太爷！县太爷是我表哥，你去告啊！小姑娘，别走啊，跟我去喝茶。害羞啊！完了完了！老伯，赶快把钱收下。啊，这是内会的还你的。哎呦，谢谢姑娘，谢谢。我的钱呢？现在抽就抓住他！谢谢姑娘，快走！别跑！以多欺少，帮不帮？帮啊！哦，你们不要打他，要打打我。打就打！哎，是你们先打我的，我打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第二次，你没事吧？第三次，我……哦，好。我没事。十六式，七式，十八式，十九式，三十五式，三十六式，打完了没有啊？还有最后一式。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？和尚被打了，快走，昏迷来了！快给我抓住那两个臭和尚！对，他们往马房那边跑了，快追！对。
谁家师兄谁家菜，谁家师弟谁家菜，谁家师兄谁家菜，谁。你走来好难看。哎，你们猜的什么拳啊？这个师兄拳嘛，教我嘛，你们走一路教。猜赢的当师兄，猜输的当师弟，可是他每次都当师兄。切，只能怪你自己反应迟钝。你呀，八神是出花招赢的，你要是跟我猜，我一定当你师母。就是。真是威风，为什么他那么霸道？做官的嘛，他就是这里的土皇帝，镇守太监刘瑾。如果我能够像他这么威风就好了。那你去当太监呢？啊，好啊。八爷，今天那么早啊？我先弄几样小菜。哎，谢谢谢谢啊！先生啊，你印堂发黑呀、啊！你才发黑嘞，滚远点！哎，继续吃。嗯嗯，姑娘，你印堂发黑呀、啊？你是要找人是吧？哎呀，就算找到也未必是好啊！帮我买张灵符怎么样？神棍，不买就算了。这里最出名的就是烤乳鸽。姑娘，嗯。佛孝楼没有卖斋饭的，白饭一样。告诉你君宝，入境就要随俗嘛。哎呀，别管那么多了。你不记得师父说过吗？要入世学佛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豆腐，不要光吃白饭嘛。谢谢。那地狱给你。欢迎刘小姐大驾光临，来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，给您留了张桌子了。给令兄好吧？好。娘子，请。嗯。请。好，娘子想吃点什么？随便。你做主。慕容不白，相公，真的是你？啊，你，秋雪，你怎么到京城来了？闭嘴！好一个千里寻夫啊！不过他已经不姓慕容，入赘我们家，跟我姓刘。如果不是我啊，他早就饿死了。男人都是贱货，谁能够给他风流快活、荣华富贵，他就会留在谁的身边。这么简单，你都不懂啊？秋雪，你走吧。哪有这么没良心的人啊？慕容白已经变成了狗，就该跟着他的主人。以前我每晚抱着这个琴当宝，不管再怎么的苦，我都舍不得把它卖掉。现在人事已非，把它还给你，饿死！哼，我看你比较需要它。骂狗也得看主人。轻举妄动！够了吧！再来我就不客气。
吧。放开他！你闹够了没有？我已经跟你恩断义绝了，你还不走？你看什么？不识抬举，走啊！我来帮你。快！姑娘，你流血了。哎，不行啊！哎，姑娘，换个姿势比较好。醒醒啊！最酷最酷，没良心！哎，不要怕，有我在这里。哎，谁在里面打架？我都别动！哎，官兵来了，快跑啊！别打了！哎呀，这不整天被官兵追啊！别让那两个契丹人跑了！是是。女人抱那么紧，当然重了。啊！你没事吧？控制着她吧，我记错了。到了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哎呀，怎么又到佛笑楼了？不会吧？这里是分店。真的，远近驰名，只此一家。哎，哎，今晚你们两个在这打地铺，我先带他去疗伤啊。啊，下山这么久，想想是做官威风。不过啊，我还是觉得当和尚舒服哎。君宝，我们不可以寄人篱下、苟且偷安的。我不是要白吃白住啊，我会在这好好干活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人家只是让我们睡一会儿，没说要养我们一辈子。一有机会我就要做官。哎呀，其实啊，做什么人都一样了。只要问心无愧，开心就行了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快点睡觉了。刘瑾打死也想不到，白天搜过来的钱，晚上却被我们偷过来了。现在我们有这么多钱，要做什么才好呢？臭道士，怎么来就怎么去啊！把这些钱发给穷苦老百姓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，他早上去刮税，晚上我们就去偷。他一天不死，我们就偷他一辈子啊！佛笑楼这些人原来是叛党。哎呀，不要多事了，赶快走啊！做个睁眼瞎子，就一辈子没出息。好了好了，我去睡觉了。又一个不孕飞贼，又要捉拿在你嘴巴上，我快不就可以进领赏了。你不要乱讲，会杀头的。哇，他们每个人都植物百两，原来佛像。你别多事了。这叉烧包。人肉沙包。人肉叉烧包。各位父老兄弟、街坊乡亲，小弟今日来到贵宝地献丑了。哎哎哎，那表演什么？铁锤打胸口啊？不是，是人肉沙包。吃的不是，一文钱任打一拳。哎，那有什么好处啊？要是教堂的话，那就赔3文钱。啊？万一打到吐血怎么办？吐血那就赔6文钱。要是打死了呢？哎呀，要是打死，那就连命都赔给你了。哇，起码50文钱。是啊，那就是足足50拳。你小心啊！哦，打死你！50。老板，可以了吧？我不行，我还要再打。继续。我打死你！47。装一下，他怎么继续打呢？叫他继续。哎哎，老板老板，他撑不住了，快点，快起来啊，起来打他，不打到吐血怎么翻本呢？家丁出来，我给钱，你们给我打死他们。别费力气就。
赚那么多钱来。不行，我赚钱买房子。我什么都不想，我只想好好大吃一顿。我不但要买房子，我还要做老板。干嘛？把钱交出来。为什么？交税呀、啊。个人所得税50文钱，善用官地税50文钱，娱乐事业税50文钱，一共是150文钱。我不给。抗拒交税，给我抓起来。大人，我们身份卑微，跟天斗，跟地斗，就是不敢跟官斗。这些钱，大人您收下。哼哼，算你识相。大人，我们两兄弟初到贵宝地，什么也不会，空有一身蛮力，希望能够追随大人。哼，满嘴油腔滑调，该打。多谢大人赐的。你可真会拍马屁。刘公公要招兵买马，好，你们跟我来。多谢大人，这么我们走。你真的要走？我不走。等我做了大官，一定会来找你。天宝，你好好保重啊。希望你洁身自爱。喝多了伤身子啊，小冬瓜。有些事你想忘掉就越忘不掉，你不会明白的，还是一醉解千愁。天宝呢？你看了我的遭遇，还想找男人呢？我又没说喜欢他。不打自招，喝酒。哇，喝这么多。你当是茶，就是茶也没人这样喝法的。哎，别再喝了。哎，对了，没得喝了。哎，小伙子，人生失意须尽欢呐，难得糊涂。你喝你的，少啰嗦。哇，你又换来了。好了，不要再喝了，好不好？不关你的事。哎呀，打累就会停手了，喝酒。别再喝了，这里还有，也不知道帮谁好。哎呀，放手！别再喝了，是我的，我爱怎么喝打，继续打，打了就没得喝了，我帮你。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张君宝，你可以放手了吧？你冷静一点，过去只是人生经历，而不是一种负担。你再这样下去，受伤害的是你自己。干嘛每天玩那个球啊？我在悟道啊。道家的道理是圆的，太阳是圆的，月亮也是圆的，所以做人也要圆滑一点才好啊。谁是老板？快滚出来！是你大人，这么早啊，还没开张呢，进来坐会儿吃点东西。废话，快交税！哎，前几天我们已经交过了，前几天你也吃饭了，今天还要吃啊？现在刘公公扩充军备，要征收军人服装税、出入平安税、安居乐业税，佛教楼要交500两。那你干脆用抢的好了。哼，你是不是在搞反朝廷活动？哎，朝廷也要讲道理。你去吧。哎，别冲动啊！小木人阻乱大谋啊！谁身上有刀，谁就能大声说话。吃下去。不吃，我就封店抓人。
不可以，这里出事会连累很多弟兄。如果没钱没关系，只要跪下给我磕30个响头，我可以考虑一下过几天收你的税。磕头啊，磕不磕？让开，让开，跪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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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挺近的啊，跪下，再不跪就是反抗朝廷，我把你拉链斩首示众。太过分了，罪过罪过，怎么杀了这么多人呢？打铁的，你去把这些尸首给处理掉。追不到的话，风啸楼就惨了。什么事啊，税吏大人？佛啸楼那批人想要造反，我现在去禀告刘公公，快把我拦住他。遵命。我帮你把他杀了。君宝，佛啸楼都不是好人，你最好不要跟他们在一起。我觉得他们很好啊。我是兵，你是贼，早晚会碰头的。哎，你在军营的生活怎么样？有没有人欺负你啊？从小到大，只有我欺负人，谁敢欺负我？你呢？我啊，还是喜欢小时候的生活，每天无忧无虑的，有个豆沙包吃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我就不一样，我喜欢现在的生活，可以认识这个世界，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得到。这匹马要怎么骑才能跑得快啊？那还不简单。这选出一个武功最好的来做正刀统，现在比武开始。公公，这次赢得太容易了，所以我要求，如果有谁不服气，可以上来向我挑战。公公，小人董天宝，赶紧刀统能成全。请发呀！
我会警告你。下犯上，你懂不懂怎么当兵？你这样叫我怎么提拔你呢？你知不知道，犯了众怒，在军营里是很难立足的。还好公公不计较。公公，公公，是我太急躁了，我不甘心只当个小兵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好好表现的。哼，那我就等着看你有什么好表现。哎，秋菊姐姐，以后你可以在这里当酒保啊。好啊，有酒喝，不过啊，我不会再发酒疯了。君宝呢，我看可以当伙计。可以啊。嗯。哎，那洗茅房你干不干呢？好，没问题。哎，要帮我洗内衣内裤好不好？好。哎，臭道士，内衣裤都懒得洗啊。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啊？天宝来了。天宝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要说那么多，快点走吧。上次你们偷刘公公钱，还有杀税吏的事已经泄露了，刘公公带着人马，马上就要来杀你们了。啊，那我们快走吧。哎，走走走，你们先走，我尽力把证据烧掉。你要小心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坚决抓人！是。老板，是不是你杀了我的税吏奸贼？欺凌百姓，受杀就杀！老板，你安息吧，上天之后一定要保佑我们。岂有此理！老板的血绝不能白流。明天我就单枪匹马冲进刘公的军营，把他碎尸万段。哎呀，你也没计划，怎么做成大事呢？上次没有计划，也杀了很多人呢。去！但是这次我们人单势孤，怎么跟那十万大军斗？常听你们说，有些志同道合之士也反对刘公公，可不可以想办法联络他们一下？我打头阵。好，我来做内应。过两天大部分的军队和固河操练，这是杀刘公公最好的时机。嗯，在这段时间，你们去联络所有反对刘公的志士。好。嗯，我们里应外合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对对，大家分头去准备。是。天宝，小心点。刚刚撒完尿，没事的。我们也尿急啊，你换尿吧。啊，好好好。哇，好紧张啊！我也想尿尿。哎，正事要紧，正事要紧呢。刘公公在那边。
保佑师弟，祝你一死死即是生啊！还以为他们有三头六臂，谁知道是螳臂挡车。不过你这招抛砖引玉，让他们自投罗网，的确省了我不少功夫。愿为公公效命。朋友你都可以出卖，谁知道日后会不会出卖我呢？公公是我的前途跟希望，我怎么会自毁前程呢？天宝，上次你打赢了刀筒，本来应该生你，但是你只是一个小兵，没立过功，生你恐怕难以服众。不过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锦衣卫镇抚使。多谢公公。刚刚逃走的那个功夫也挺好的，我们正在用人之际，如果可以招降就给我招降，为朝廷出力，否则就格杀勿论。快点起来，我背你。你不要再心急，坏了我们，都带着他们两人牺牲了，滚回去，找你的好兄弟小如花富贵吧。可怜那些兄弟死得好惨，你还在这喝酒，我打死你！哎，不要这样啊，
其实他是我们当中最惨的一个啊，他最信任的兄弟出卖了他，我们不应该怪他呀。如果不是你，也不会弄成这样。你要负全责。我们回去。军宝，跟里面。好，我一个人把他叫出来。我知道你会生气，但是我无非是想救你。佛笑楼的人全部都是叛党，早晚要死。反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跟我在一起。看得起你，是因为你也心狠手辣，没想到连个臭女人都摆不平啊！公公，那是一时冲动，请公公原谅。我杀了你这个阴贼！你出卖我！你怎么可以收留一个叛党在军营里？你这个镇抚使是怎么干的？我之所以会成功，就是不需要这些臭女人。不过我没叫你杀了他。公公不喜欢女人，我怎么可以为女人耽误大事？跟我来，我有事跟你商量。是公公。之门已经打开了，就等你走进来。这种富贵我不要，放了他。你忘记了，这二十几年了，我们一直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难得刘公公赏识，我们会有很多机会，一起打天下，做一番大事业。我已经不认识那个出卖自己兄弟，用人命来换取自己荣华富贵的天宝了，所以一直没有用的。看看那些叛党怎么死就知道。他们会死，是因为我相信。现在我要负起全部责任。谁要是敢当我的富贵路，我就一定要他死。走。
兄弟我一定要打，小头怪我不杀，再少个兄弟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涂在他的伤口上，药效很强。忍耐一下，会很痛。他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？怎么会呢？你看着啊。哎呀，真的没反应哎！哎呦，哇！你很痛吧？忍耐点哦。李道长，你看他到底怎么了？可能是受了太大的打击啊，连他最信任的兄弟都出卖了他，害死这么多人，所以他行为反常啊。那他到底会不会好啊？过两三天可能会好吧。啊，阁下果然是高人，知道我错信了天宝，又摇头又叹气。佩服。佩服佩服！哎呀，只怕再过两三年也不见得会好啊！实在佩服佩服。不是我出卖你们的，不是我出卖你们的。君宝，没事了，只是做梦。不是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哎，他们全都坐在这儿，老板，打铁的，喝点酒压压惊，来，压惊的，我知道我吓着你们了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林道长，行不行啊？姑且试一试吧。来，你引他说话，让我好下手啊。好，君宝。肚子好饿。君宝。高人。死了。扎一下，对你有好处的。是，有好处的。好处我不要了，给你们吧。不要！别跑啊！别扎我！别扎我！
你把他哭成这个样子！不是，我被他扎中哭穴了。哎，你也被他扎中了。你被他扎中哮穴了。 你以前是怎么练兵的？简直就是废物练废物！朕不是，你又何必侮辱我呢？你这样的练兵方法必有死伤，军心难服，适者生存，挺不住的死不足惜。包括你在内，冬天宝，虽然兵权在你手上，可是你不要忘了，是我一手提拔你的。军法不容情。何宽，现在不是套交情的时候，我认为不宜再练，我要去见刘公公。 军令者死，继续练。军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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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难道会隐形啊？军宝，我跟着，阿切，冷静。 冷静哦，冷什么静啊？看你脸色发青啊！当心你的伤口又裂了。嗯，我的口没裂啊。啊！你们也冷静一下吧。出来！哎呀，好痛啊，好痛！哎，会痛就是好了。哎，师傅，师傅。 我好怕，我不想练武功，也不想打人，我想吃豆渣。我看他还是没好嘛。师傅，你瘦了，也高了，添了皱纹，不过还是一名神武。师傅，君宝，君宝，哎呀，师傅，我好怕，不要怕了，君宝，别打我，别打我。 没事，没事。看他的样子，需要好好休息。玛丽玛丽红啊，快点睡觉！玛丽玛丽红啊，快点睡觉！这张被子太小了，不够盖哦。嗯，行不行啊？ 其他的不敢说，这次要搞不定的话，我就自打十下耳光啊！好好的休息，你一定会好的。哎呦，惨了，该打！你曾经帮我恢复信心，我也一定帮你。 再打十下！大家不要辜负了政府对大人对我们的期望！如果谁操练不力，就军法处置。众将士，听命！是。要练上乘武功。 必须先将身体练到如铁似钢。不要停，继续操练。张军宝，你害死好多人，该死，该死啊！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，打死你了，打死你！ 要你！哎呦！哎呀！我你要我的命啊！大清早就发一次疯，你们懂不懂啊？你懂啊？可是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
懂了。哎呀，到了中午又发一次疯啊！黄昏还有第三次呢。一天疯疯癫癫的三次啊！不要叫君宝了，干脆叫三疯吧。啊啊！君宝，吃饭。你已经三天没吃饭了。哎，饭是吃的，不是拿来闻的，三疯。哎。他还真准时啊，三丰。参见刘公公，这是我抓回来的叛党，另外还有真来的税。哼，我要做的事都被你做完了。向公公学习，一辈子都学不完。我只是尽量让公公高枕无忧。现在各村各省都有大规模的民变，就我这儿没有，而且税收又丰富，所以皇上要召我入京汇报家计。都是因为公公对属下关心，所以属下们都以死相报，满朝百官都应该效仿。干脆你一起跟我入京，你跟他们说。多谢公公。不过入京之前，我不想再听到还有叛党滋事，或是有人对朝廷不满。是公公。祝朕不使大人入京变胜顺利。君宝，这水很脏，不能喝。来，要喝喝这个。哦，谢谢你啊。手好脏啊，刚好可以洗洗手。洗干净了。君宝，我跟你说了很脏不能喝的嘛。啊，你说我很脏啊？那我洗洗。不是，君宝，不要，起来。让我洗洗嘛。走啦。出来晒晒太阳啊，呼吸点新鲜空气，对你自己有帮助。我站这边好了，小心被太阳烤焦了。不会的啦。这大地的一草一木都有它自己的生命。这棵树虽然枯了，但是另外一个新生命又开始了。你也可以这样啊。大哥，什么事啊？大嫂刚生了，你赶快回去看看吧。好好好，来啊来，快走啊。也不知道该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啊。哎呀，你背那么大担才怎么走啊？孩子还等着你回去抱呢，你赶快把柴放下来吧，真是贪心呐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快走啊！哎哎，等等我！放下负担，奔向新生命。是啊，希望他能很快到家。放下负担，奔向新生命。放下负担，奔向新生命。放下负担，奔向新生命。绝学，不过在你心情烦乱的时候，可以带给你清静。视名利如过隙，视前尘如梦境。清静为清静为天下本，刚则直，柔恒存，柔与胜刚强。无欲无求，淡泊之志，终能积雷破山而不惊，白刃交钱而无惧。你到底还有什么招式啊？气沉丹田，中正安舒，呼吸要绵绵，深入丹田，一行气行，一道气道，静中有动，动中有静。啊，我没事，只不过有些牵挂放不下。过去只是人生的经历，并不是一种负担。君宝，吃饭了。啊，哎，是啊，你刚刚复原，要多吃一点呢，三丰。哎，
三丰，张三丰，哎，蛮好听的。是是。忘了过去吧，君宝。他为什么不躺着睡啊？他失眠，所以不能躺着睡。哎，不要乱说。他下面放了块铁嘛。中正安舒，气沉丹田。保持重心，借力用力。一个球转动就可以把周围的东西弹开，但本身很稳定。哎呀，你害得我没饭吃啊！哎呀，动中有静，静中有动。他好像想到什么了。被水弹回来，遇强则强，想不到我连水都打不过。君宝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又发疯了？不是了，中正安舒，我好像有点心得了。啊，怎么那么脏啊？他是谁啊？是我啊。董天宝现在势力越来越大，而且比刘公公还要残忍。刚刚诬赖粮行老板是叛党，杀他全家。是啊，他还说如果我们不说出君宝在哪儿，他还要杀更多的人呢。嗯，你们要当心啊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你们要小心点啊。哎呀，修道之人要避祸慎行啊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修道之人不可以只为自己，要普度众生。但是现在天道凝沦呐、我相信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为了避免更多人再受的伤害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制止他再作恶。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测，生死有命，那我也一块儿去。刘道长，我看您还是别去了。
我知道我会连累你们。这些符啊，我平常写都不怎么灵啊，希望这次能够很灵。我悟道几十年，还不及你一朝悟道，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代宗师。哎，我还是退休吧。恭喜大哥，请到长寿佛，大哥以后一定能够长命百岁，永享富贵。叛党竟敢冒犯本宫，跑到这儿来送死。燕贼，你恶贯满盈，就算求到满天神佛也保佑不了你。杀！只想请你帮个忙，起来。君宝，你变聪明，懂得用刘公公来要挟。我从小就很聪明，不过我不屑利用这种小聪明。你们想怎么样？我想告诉你，你的所作所为只有死路一条。从小到大，讲计谋论功夫，你全都输我，还没有利用，你怎么跟我斗？
下，还不跪下！你现在跪在地上跟我说话，你又怎么跟我们斗？君宝，你不是很喜欢帮助人？我好不容易才有今天这个局面，我不能放弃这一次，你就当帮我一次忙。快点放了刘公公！名利只是过眼云烟，这一次我是替天行道。我命由我不由天。拳法无根无极，万法自然。太极。输给你，你心浮气躁，利欲熏心，怎么能赢？千斤坠！为什么不上？想死啊！董天宝。
果我少了一根头发，我就把你脑袋砍下来。公公已经死了，现在由我做主，你们上啊！大力刘公公的斩杀，迟早把你们杀光，你们还帮他？站上，别动，站好。你众叛亲离，没有人会帮你。的兄弟，你可不可以原谅我？从小到大，不管做错什么，你都会帮我的。你不要相信他。你打算去哪里？我要带天宝的骨灰回去见师父。我们以后还会不会再见面？随缘吧。再会了，张三丰。